拿前三。场上有八台游侠，各位观众，八台游侠，我也是游侠。电竞六年，你是说那个 U1 吗？我的游侠们长得特别帅啊，小一号的游侠。哦，这开机的声音有没有很怀念啊？哦，你走内线呢，哦。天哪，这还没死！追啊，游侠 HT， 你可以的。第二名，第二名。游侠 HT 冲啊！我靠！他在我前面竞标，他在我前面竞标。好了，第二还可以接受。拜托 GB Kelsey， 怎么有位观众在替我紧张了？拜托 GB 才开了十年。结束了，别闹了好吗？好好好，我没有闹啊，我拿第二哎、欸，我拿第二哎、欸，我很认真哎、欸，我拿第二哎、欸，还不溜一波？看在有一位观众替我担心的情况下，我只好开回正常的车了。哦，不，好，什么车呢？大家想看什么车啊？